9月3号军人节，为了缅怀革命先烈暨阵亡将士，每年都会在台东鲤鱼山忠烈祠进行了祭拜典礼。县长黄建廷亲自前往，与在场的家属以及军人、学生共同参与这场庄严肃穆的典礼，也向这些革命先烈致上了最高的敬意。以上新闻，东台新闻部发林峰哲的采访报道。